母亲节是什么时候？五月的第二个礼拜。五月的第二个礼拜。母亲节是什么时候吗？七月。弟弟呢？七月。七月哦。四月。一月。二月。二月。那你们妈妈是做什么工作的？打电脑。我妈妈是做车子的零件。打电脑。爸爸打电脑的。不是，是妈妈打电脑。妈妈在家照顾我和妹妹。妈妈上班。上什么班你知道吗？打扫。打扫。就是打扫。那妈妈煮的什么菜最好吃？小黄瓜。鱼。热狗。不是不是，香肠。弟弟就喜欢吃妈妈做的咖喱饭而已。煮鱼。面。面。我妈妈只会煮面。我妈妈也会煮面。那你的妈妈是怎样的妈妈？爱我。温暖的。温暖的。很温柔。妈妈生气的。我妈妈也生气的，因为我常常很坏。我常常也很坏。母亲节快乐。妈妈我爱你。没有。妈妈我爱你。不知道。妈妈我爱你。爸爸我爱你。母亲节要送什么花给妈妈？玫瑰花。玫瑰花。我帮弟弟选这个好了。好，那弟弟你要选哪个？也是这个。这个是什么花你知道吗？不知道。比较喜欢过圣诞节还是母亲节？圣诞节，因为会有礼物。妈妈有时候会买战斗陀螺。母亲节。圣诞节。母亲节。圣诞节。圣诞节。我也喜欢圣诞节。